家好，我是阿元，我是明仔，我是 Winnie。Yeah! OK， 你们看我身后这一间是什么 ？Genki Cloud， Genki Cloud 元气夹、yeah. 这一间呢，它是一间位于 Cheras 的夹娃娃机的店来的。然后它的老板娘呢，就邀请我们三条水过来这一边夹娃娃，然后让我们把娃娃带回家。然后刚刚呢， yeah, yeah. 我们已经进去里面走一轮了。这两条水呢，就看到他们很喜欢的那个七龙珠，七龙珠模型。你看他几兴奋！可以啊！OK， 今天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把那个七龙珠模型成功夹回家，因为他们要放在我们新的那个工作室里面。他们觉得他们一想到就很兴奋了。OK， 所以我现在就带你们进去看 ，Let's go。哇，元气家这边每一家机都有不同种类的娃娃，有可爱型的，有帅气的，有搞笑的，有 blah blah blah。然后这个是元气家自己出的娃娃 ，OK。然后这个是火龙少女心，火龙。OK， 刚刚呢，那个老板娘就给我们一人50个 token， 噔噔。然后呢，在这边呢，一个 token 是可以夹一次，因为它的每个机器那边都会有写这一家机器需要多少个 token 可以夹一次，有些是一个，有些是两个。然后它一个 token 呢是1块钱，所以1块钱等于一个 token， 然后1块钱可以夹一次，非常非常便宜。你看，1块钱，这个也是1块钱。然后有些呢，比如讲这一种啊，它就是2块钱，然后它这种是七龙珠模型，哎，这两个很疯狂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比赛一下，看谁夹最多。OK， 一个人有50次机会啊，50次啊。OK 啊，看谁夹最多啊。惩罚的话，啊，要惩罚的、啊，要啦。一起讲，我那里有讲，我讲的。惩罚的话，暂时还没有想到。OK， 所以不如这样子啦，我们输了。那个人先待定，然后惩罚我们用 Insta Story 投票， okay. 叫他们写出他们想要看的惩罚方式。赖最多的就是那一个惩罚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下一个 video 再来拍专门惩罚那个人。OK， 好，就这样决定。OK， 他们很变态的。对，观众是变态的。变态才好看吗？等一下要你要求那种什么裸体啊、脱裤子啊的，随便啦，来啊，开始啊！我自己不敢拍那种裸裤子啦，尤其是露屁股啊。我想了一下，我决定要夹这个先，因为这个是他们的招牌的那个洋娃娃，他们自己定做的，对，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洋娃娃。对，元气团仔，耶、yeah, ，这是他们的、yeah. 元气夹的洋娃娃。这一个机器呢，就是他们这间店专门制作的娃娃， yes.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可爱。而且我听说他们每一天都会更换5架不一样的机器的玩娃娃，就是他们会换那个机器里面的娃娃的模型，就会让那些每天来的人就会有新鲜感，不会每天好像那个机器都一样的娃娃，不会这样子， yes. 是他们会换娃娃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贴心也非常细心的一个行为，对对对 ，very nice。所以我现在就来 ，Come on， 这个、啊，这个有2个的，我也不懂，随便放一样的。OK， 来开始。喂、欸，啊，这边这个是局数，这个时间，然后时间，你可以一次过放几轮，然后一次过玩的，我觉得。哦，应该是这样吧。OK， 哎，这位不要夹这个，不要靠近洞吗？没、欸，不会玩的，我老伟。不会玩的，我是不会玩的。怎么样？来一个。哎呀，我这样，我给它稳定先。没有，喂。喂，这样容易吗？要玩。喂，有没有？你吃不了。喂，有了啊。喂，哎，这样好夹了没？小我要玩，你吃不了。喂。有，所以他现在有一次啊。这样我还有多的话，我们发誓啊，不是因为我们来这边，不是因为老板娘邀请我们来，所以才这样好夹的。他没有做的。真的，这个是真的啊，没有内定的，没有内定的。哎，我们看有没有夹到。看我了啊。哇！事实证明没有内定。OK， 下一道我夹，我觉得我运气没有小明这样好了。小明没夹很倒霉，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倒霉。耶、yeah, ！我只夹一个鸭娃娃，好不好？鸭娃娃很倒霉。前面呢？来，我夹这个。还有啊？哦！OK，
在我身后这一个呢，就是他们两条非常疯狂的模型。我个人也是觉得真的很精致，很漂亮啊，真的很精致，很漂亮。你们看一下，你看里面这个机器，它是要丢去里面的颜色那个。丢去里面哦，这个的玩法比较不一样，就是你要夹那个冰棒，然后放在那一个橙色的那个格里面，你一放进去，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模型。所以我直接丢多多。哎，他们来，放几粒？四、五、六。五先呐。对，来。哇，如果你夹到两只就爽。我觉得本身夹球已经是 OK， orange 色的，哦，喂，哦，吓我有吓到我了，真的。来，哦，对 ，OK， 到最后都是在角落的，所以呢，会有机会的。对，你放你有越多，它中的几率就越多。幸运的球。小伟，差一点点。哎，我真的想要这只耶，讲真的。我决定啊，我要用这里的一方来填满，因为如果你填满那个空间的话，就更大，那几率很大了。拉小。你看我干嘛？拉小。我走近。哎，我给你十个钟头来夹空间。哈哈哈哈哈！可以，怀疑人生。努力了这样久，你是不是要放弃？哎，十个都给我了。OK， 小明，非常幸运的。我家里我的相机刚刚一关罢了，他就跟我讲中，结果没有录到。结果就中了的，在那边快看去。中了。我要跟那个服务人员拿。现在就跟服务人员讲，他就会拿出来给我们。Yeah。我们夹到了。这个。就好咯，你看汪羡慕的眼神。哦，一起的吗？放在 studio 的哎。你的我给他，我先有给他，他最爱的。耶。OK， 现在阿汪的战利品一个，小明的战利品一个，然后现在就到我，然后我们过后再来总结，看谁的战利品最多，谁是赢家，谁是输家。Holy Mama Thanks God， 现在终于到我中了，终于到我中了。这个七龙珠，哎，到我中了，噔噔。那你想试试？谁家拿了红色礼物中 ？OK， 要有别的本子。好，这样你帮我拿别的本子。OK， 现在呢就中途插入了两个程咬金，没有，对，加入了两位玩家，所以他们一人有50个 token， 一人有50个 token 是元气家的老板娘给他们一人50个 token， 所以现在我阿旺还有小明的 token 已经是完了，我们已经元气大三了，然后我们两个加三个啊，就是我给你了，来 ，Come on， 来一个，去加那个谁。我没有想到这样快夹，你一直把我们打出来那一步，这样子观众以为我们作假的，对，真的，我发誓没有造假，发誓我完全没有造假，是他自己夹到的，只是我没有想到这样快，两次爆嘞，就夹到了，真的，我们真的没有造假，如果我们造假的话，小明单身一辈子。现在先把相机关掉，我不相信他又中了，真的我不相信。你不要玩，那我们拭目以待。我们等一下先。OK， 现在我们就夹到一半了，那个盒子在横里面了，虽然卡着，还在横里面，所以我们夹不到。然后呢，其实来元气夹娃娃的话，就是你觉得如果那个位置你不满意的话，你可以叫店员开起来，放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让你来夹，就是卡这个位置。对。呀。几位来了。牌子啊，这重要的。这个就是元气夹很好的服务之一。尴尬没有，我觉得这时候我们不要讲什么话，你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啊，话不多说。那是美女，美女。要
相机才是你们运气来的，是啊，是啊，懂吗？懂吗 ？OK， 来，我们就快把所有模型收集完了，看一下我们的战利品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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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心开心。哎，看来我跟你是要中惩罚。他们两个，看他等下会不会夹到两个？如果他夹到两个，就我跟你中了。我觉得他不会夹到。所以我们的屁股要洗干净，准备被惩罚。来啦，不用讲，什么都不用讲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又中了。麻烦了。不好意思，又中了。真的不好意思。OK， so 如果你们对于这一间娃娃店有兴趣的话，就是元气夹。有兴趣的话，你们也可以来这边玩。然后他这边其实也是有提供，就是会员卡。会员卡是怎样讲呢？就是在这一边。来，小明。也是很厉害，不是？帮我解释一下。Oh, okay, okay. 阿旺也是很厉害，不是？帮我解释一下。好，就是你们就是要申请会员卡嘛。来讲多一次。总之你们就是要申请会员卡，然后你有会员卡过后，你每次加娃娃嘞，就可以换这些。对对对，他就是讲这些娃娃是有分数的。然后导分呢，其实就是一个多根的洋娃娃就是17分，两个多根洋娃娃49分，三个多根的洋娃娃嘞就是100分。对对对。以此推类的话，就可以换这些。又或者你要用200的那个分数来丢骰子，就可以丢骰子。然后这也是丢到1号就送一个娃娃，丢到2号就送饮料，丢到3号就送100分的积分，丢到4号就是免费夹到为止，丢到5号就是这个，丢到6号就是抽一张能力卡。然后能力卡就这里。能力卡就是这一边，这个是强抓一回。就是有利的，对，保夹，保夹。然后这个是获得15个硬币，然后这个是限时1分钟内免费夹，一个多个的，对，就是1分钟内任你夹 ，yes， 就是这样子简单的。然后他的骰子在这边，拜拜，元气夹，拜拜。OK， 我们今天就来这边大闹这一间娃娃店，然后收获也很齐全了，就是那个七龙珠整个系列都给我们夹完了，差不多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七龙珠的模型摆在我们新的工作室，哇，没错啦。OK， 所以今天这个夹娃娃的 vlog 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各位颜值大文，我们下集见。你看啦、啊，他在想这样，他在看这要喝什么奶茶吧，他都不想要理我。奶茶了，拜拜。哇哦，哇哦，差不多收集整个系列了，哇哦，元气夹，哇哦。